我肯定乱杀的，但是我要给他压力。给乌鸦一血也没用的，我肯定是乱杀的，大家。一起来踩他一下，哎，他这个为什么是一个锅铲啊，兄弟啊？哎，这个 W 变好看了，哎，这好像是煎铁板烧的锅铲的这个图案呀，你们觉得呢？一起来，一 W 都可以走了。我们三级了，拖他。哎，这能拉到我？我操！啊，这我很烦。海贼浪花掌，肯定拉不到我。我是一只可爱的吧？就和游泳一样。干嘛还追啊，兄弟啊！你太自信了吧！帮我挡一下，兄弟，帮我挡一下。我操，直播线，哎，直播线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直播线，乌鸦拿了个一血的，这得买了个1200，够肥的。够肥的，他这个拉不能中，他这个拉肯定能控我两下，拉一下把我拽过去一下，啊，把我拽过去定住。回家了吗？不知道去哪了，回了吧。拿个蓝宝石而已，坚持一下，兄弟。我操，算了，不抓了，不抓了，这不。我准备好了。
别吧，我这线都没吃你的，你要吃我啊？说不过去了。没赢啊，兄弟！不要急，着急是不对的。就和游泳一样。毛绳双这个去哪里了呀，兄弟？看完这个直接回家了。别怕，不要下去，我不下去。为什么他不扛塔，兄弟？他敢勾我，怎么不扛塔？我急了，我操，想杀他。哇，傻过了。浪潮逆转了。一段禁锢，二段拉。一段禁锢，二段拉。你肯定不能来中啊，兄弟！你来中直接把我害了。大刀都变了，我们吹个一波线试一下，看他会怎么样，兄弟们。我的妈呀！废了。你先跟打野吧。就和游泳一样。
我操！挺会玩的，这对面。快！ 鳄鱼师傅，这不是我吃的不限定问题好吗？你们尬黑，鳄鱼本来就不想玩了，我就想顺带吃一下。他吃线之前他就跟他说15了，十三线之前他跟他15。 下的有点超多呀，好的。 有罗帽子，我们直接罗个帽子，大家，这把不能做伤害输了。上面那没闪，对吧？ 应该是拿不到了。 AD 怎么也在送呀 ？AD， 玩的好好的，怎么去送啊？
这波要给，这波真打不了，我都麻了，兄弟。 操作，结束了。剑圣，回来守一下吧，剑圣。 复盘一下，好吧，说实话，你这尬黑是。